快为金钟50按赞，天天送5000，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乐抽6万大奖。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像这样的推销员，想尽办法就是要你停下脚步购买产品，就连逛百货公司也会遇到半强迫的推销方式。你好，送的要把体验好吃的张好友有过吗？签个日期，我们算一下人数，编列资料。送赠品当噱头，最终目的是要吸引消费者到专柜一趟。你可以回去试试看，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是有在做周年庆活动，那它是限足限量的。还有一种推销方法也很常见，就是在手扶梯终点直接拦截。你听我讲一下，不强迫你给我个机会，拜托。这样的推销方式，看在推销达人眼里，实在有够逊。啊，今天要来卖什么物件？要卖这支手机啊！不用续约，不用绑约，不用预缴，网路吃到饱，电话费还没有去缴。靠着幽默风趣闯出一片天，如何让人停下脚步？宝岛叫卖哥自有一套方法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你的钱哪去啊？钱哪去啊？钱哪去啊？今天坐椅子有优待，对，有坐椅子的就是正妹。哎，没有坐椅子，你看一直行去的，那个果然不是正妹。制造停下脚步的机会，人潮聚集，买气才会旺。主动靠近消费者，死缠烂打，容易引起对方反感，被杀价的机会也很高。冲业绩手法百百种，想要成功征服消费者，顾及感受才是制胜关键。记者刘世伟、张若愚台北报道。